动一只手，根本就照不出东西出来。我上次你在亚特组什么，黄丽姐照好漂亮，她竟然笑说，啊，黄丽姐有漂亮的时候。她应该都给她乱照。哎，我在摄影，你不要乱讲话。每次都这样子，你不知道。大家只是气洋洋而已。哎哎，今天大年初二来基隆百米用炮台。啊。李冠廷，然后你帮我摄影。又一个帅哥，穿宝马褂入境。今天穿一好奇怪的衣服，你这是雨衣吗？还是风衣？啊？好了吗？ Yeah, 大家新年快乐啊！这件雨衣4800，哎，雨衣4800，哎。啊？你往那个炮台上面走走，很漂亮哦。前面的是看过去是基隆港区，很漂亮。基隆港区，上面是炮台，远方那个小岛是基隆屿，然后看到大船要入港，大船要进来了。左边的发电厂太美了，基隆百米用炮台。新春大年初二来这里走一走，真的是很棒。你看我的，你看，你看，你那个连照都没照，好吧？你看亮，看亮不亮？我是不是已经平了？这刚好。什么刚好？我跟你，他这件衣服，他就是耐米的，他就是这样子。还有你身上的体温呢？耐米的衣服，真的。耐米的。他利用你身上的温度。有那么先进吗？真的，这衣服就是这样子啊。多少钱？4800、6800、5800了。哇塞，心痛哦！这不是我买的，这是金伯送给姓王阿姨的，我给她借来穿的。这里很恐怖，随时都想要狗大便。啊？要注意。